耶稣基督的荣光。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一律日，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死祭，这就是爱了。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着，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金金。阿们。感谢主。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敬爱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敬爱的主耶稣，感谢今天我们又在您的主日中相聚了，让我们各兄弟姐妹欢聚一堂。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天的心灵洁净，使我们的身体也保持洁净，赐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在您所赐的恩典中活出人生的美好和光荣。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脱离魔鬼撒旦的试探、诱惑和杀害。主耶稣，荣耀赞美归于你，愿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道路的标杆，成为我们黑暗人生中的那一抹亮光，让我们可以追随您的脚踪，做您合用的器皿。感谢您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知道若是没有您的舍命，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求您让我们做一个您喜欢的样式，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哈利路亚。主啊，也求您光大我们的教会，大大赐福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姐妹，让我们都有信心和力量去做您的见证，向万国传扬您的福音。求您使用我们的身体，使用我们的口，做您想行之事，说您想说之话，让我们向那些还没有认识主、见到主的人来一起传播您天国的好消息，从而来带领更多人来一起信靠主，跟随主的脚踪。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圣殿中，继续赞美着您，继续荣耀着您。愿所有荣耀赞美归于您，您是唯一的真神，您是当配得的上帝，您是信实而公正的真神，你是我们慈爱阿爸的天父。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你。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下面有请婉珍姐妹做以色列之行的见证。弟兄姊妹啊，中午好呀，感谢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啊来见证神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啊。嗯，我们知道在啊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如果啊想要经历神，说容易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看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难处啊。但是今天我们啊，因着耶稣，因着天父爱我们，所以我们啊能够在这么大的难处当中还可以经历到神，还可以靠着神啊来啊，真的是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在今年我们
其实早就预备好了，就是神的计划当中呢，他会首先告诉一些人，然后呢启示他你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所有的这一切的事啊，这个世界万物，世界上的人都是神在做完掌权，是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啊引导着，不论是看起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是有这位啊独一的真神在主宰着的。所以呢啊，当去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六月份啊结束了啊以色列之行之后的，马上就啊又启示说明年的逾越节还要再来啊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年就照着神的引导就顺服去了啊，在这个在去这个以飞机飞向埃及的时候呢，快降落之前呢，然后有一个牧师呢，他首先就领受了一些神给他的启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就是非常的感恩的发现说，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神早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只是进入走过那我首先以这个为开头好不好，那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头吧。那这个启示说什么呢？他说这是一个行动，神从各地四面八方召聚了人来与他心意对齐，来的人都知道神在这一条路上的一个心意，神把这些人招来显出大能，在这些愿意跟随神的人看，这些人跟随神的过程觉得已疲惫了，但他们愿意仍然踏上这个旅程，神要让他们再一次被提升，信心道路上很大提升，有信心与圣灵同工是一个方式，更好的方式神自己要帮助他们能够被提升，在末世的时候复兴的大能降在这些人身上，是与神心意对齐的人，然后聚集里面会有很多奇妙的作为，突发性的作为，弟兄姊妹经历神的大能被奉献出来，做这样先知性行动是为了领受大能，走在其中，他们经过这一条道路，神坐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生命当中神的大能加增，继续的跟随，继续的等候神，更多让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加增，帮助他们来走未来的道路，这未来的道路是一个真正与仇敌面对面征战的道路，敬拜赞美的心来经历，看见神是红海分开，仇敌被淹没，百姓从埃及被释放出来，带着一个大卫的心，神与人同住的大卫帐幕一同与神做完掌权，神的国度要加增，然后还有看见鹰在空中盘旋，不断的有鹰加进啊，我们都需要真的是来靠近神，然后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好像如鹰飞到神的宝座前，看见神，听见神的作为。然后还有一个看到一颗子弹非常小，却是穿越时空正中靶心。当年大卫王不就是拿了一个石子把那个巨人歌利亚给击倒了，对吗？现在神也要把我们训练成如同大卫王那样子的手中只要有一颗子弹，小小的一个石头就可以把这个仇敌给击倒。神要这样子的神的儿女，大能的儿女被兴起来。那神在聚会当中呢，做成与神对齐的大能，将神的心意启动起来。这一点呢，待会孟玉他有一些见证透过这次的这个埃及以色列之行呢，他是怎样的与神对齐的感谢主。然后做完这个工作，在聚会当中呢，神释放高摩能力权柄，因此被神的生命充满，能够担当回到各个岗位的服事，然后敞开你们的心，谦卑的来领受，谦卑的受高摩，专注定睛在神的心意上，而不是其他杂事上，仇敌搅扰混乱的东西要放下，专去注交在这个神要我们领受的恩高和大能。
在心灵饥渴的人身上做这样的工作，甚至外围的人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恩膏，会打开他们属灵的胃口，也渴望进入。他说海水澎湃，征战很激烈，但神说注脚在神的身上就能超过这样的一个征战，也是一个很明显提升和筛选。神常常都在呼召我们，神不是要来节选一些特别的人，神其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把他的心意告诉大家，谁有回应，谁认真的回应，谁就被选上了。不是神偏待人，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选择。这里面呢讲到的是要被圣灵神的荣耀充满，是有条件的，对不对？要先敞开，要谦卑，要相信，要专注神，要渴慕，还有靠近渴慕的人。然后呢也有骄傲，有征战，但是注脚在神身上就越过了，就能领受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圣灵的浇灌，神的荣耀。那些骄傲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还有人际的关系，还有金钱的利益，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万物都不可以带走，只有灵魂到一个原始或者永活的灵魂，就是永远不死的灵魂，是到地狱还是到神那里去，这个是神在福音里面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的这个世上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不能跟随神，是为什么？地上的残累太大了，我要买房，我要买车啊，要吃得好，要穿得好，要旅游，但是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劳苦担重担，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甚至是健康都失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但是这一些却是世界，却是黑暗的权势，要试图用这些东西来抓住我们，来拦住我们来跟随神。所以我们要注意专注，专注在神，求神的国，神的义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怎么样，都会给我们。然后我们只要做的一件事情，专注在神，要如鹰飞起来，飞到神的荣耀，跟神紧密的连接，不需要担负劳苦重担，也一样丰丰富富，开心喜乐很丰盛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过一遍埃及跟以色列之行，神是怎么成就他在还没有事情，还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事先说给告诉我们了。好那我们这个讲到5778，我们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这个怜悯，就是以色列民从这个被拣选到现在开始算起已经经历了5778年，然后西历是2018年，也就是主耶稣诞生之后开始算起的所以有两个这样子的一个年份数字这个为什么选择逾越节呢？因为为什么逾越节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就是出来这个敬拜神逾越，他是很轻省的出来吗？不是很轻省的出来神的恩典他们出来了。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也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预表性的，那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是耶稣基督，但是那时候耶稣基督的恩典还没有临到，所以他就用这个羊作为这个献祭给神的，作为赎人罪的一个代罪的羔羊。然后所以在逾越节以色列民当年他要吃什么？要吃羊羔还要用羊血这个涂在门框门楣上面，就可以除
去阴间守完全誓，越过阴间守完全誓，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全留下来。哦，这里面讲到的，这是逾越节的，为什么啊？这个有逾越节，为什么啊？这个逾越节里面会有羔羊啊，会要有啊这个羔羊的宝血，其实这些都预表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然后我们的生命得救赎啊，就胜过死亡，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神的智慧聪明，还有这个属灵界神是如此的去彰显他的救恩。那这个是一扇门，对不对？这是一扇门，然后上面写了5778，然后呢这个门的后面是一只羔羊，对不对？啊，门的后面是一只羔羊。 OK， 那这里面我刚才所讲的也就是这一幅画，这一幅画哦。好，那下一页。然后呢，5778、2018，如一扇门，是新开始的门，是通向盼望和光明的。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个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觉得说，我很努力了，但是我的现状好像我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困难没有突破，问题没有解决。但是神说2018年开始，这是一个这个新的开始的门，是通向盼望跟光明，也是恢复，也是医治的，也是神的应许要来成就的开始啊。神应允的他必要做成，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的这样子的一年的开始，接下来还有，不单单是2018年啊。然后我们要靠圣灵去穿越，下一页。我们要靠圣灵去穿越，下一页。然后呢，穿越之前呢，我们要首先进入埃及之地，也就是当年以色列民做奴隶的地方啊，失去自由，失去尊贵，失去丰盛生命的地方，成为一个奴隶啊，没有权柄啊，是受压迫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要作为新约这个时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民，我们也是属于以色列民，是属灵的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然后呢成为以色列民，是神的王子，我们是公主跟王子所以呢，当年以色列民在那边成为奴隶，现今的这个新约的这些我们属灵的以色列民，再一次进入埃及地，要去夺回权柄、能力、真自由、尊贵和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在地上走一个先知性的行动，要进入这个埃及。这个埃及呢，属灵意义上是预表这个世界属死亡，那以色列预表的呢是神的国，是属生命。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是属神国，是神的儿女。若不听信福音恢复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在做奴隶是为自己、为儿女、为家人的生活，靠自己或靠他人来追求金钱、追求权柄、追求名气等等，没有确定的方向，没有平安，劳苦愁烦，背的重担远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大家都有经历，对不对？有人从小到大都很喜乐、很快乐的，没有劳苦愁烦的，请举手。有吗？相信我们都受了很多的苦，都有很多流泪的日子，对不对？都有很多遗憾的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就去那个埃及博物馆，感受到很强的压迫力量，然后呢，凭信心依靠着生命中复活的主大能呢，胜过无数的埋葬品和陪葬品后面的死完全是，因为那些全部都是坟墓里面这个挖出来的所以说后面带着蛮多的死完全是，而且他们所敬拜的很多的时候把人视为神，那这后面有很多偶像的诠释然后呢，我们也应刚强壮胆，得着更大的权柄跟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当我们勇敢地去站在那里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
神与我们同在。接下来看看神是怎么样荣耀彰显哦。下一页，这个就是埃及的这个博物馆。下来，下一页。那埃及博物馆是由被埃及人称为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玛丽埃特在1963年这个开罗北部的普拉设计建造的，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展出的这个展品是最丰富的。然后呢好，然后陈列着古埃及时期至古罗马统治时代的遗物展品，还展出了许多具法老与贵族的木乃伊，然后还有摩西的养母、埃及法老女儿的石像。下一页这是我们去的一群人中的一部分奇妙的是呢，在这博物馆里面呢，收藏了一个石碑，记载了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所有的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记载说，以色列民这个神使这个红海分开，以色列民从红海这个走干地过去，对不对？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出去。那这个石碑呢，就记载了一个当年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一个事件。那神要把这些事情全留下来，都是给他的荣耀有一个见证在那里，使我们知道了之后可以相信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的，并不是某一个人把它这个写小说一样的把它写出来的下一页就是后面的这个石碑，这个石碑上面就写着没有以色列的种子留在这个埃及地上。好，下一页。然后呢，紧接着就遇见两个女初中生，迎面走来时呢，用很全真热情的眼睛望着我们，感觉他们好喜欢我们，然后我们就很惊讶也很开心想起前天晚上呢，这个有个牧师临睡前他就被神大大的这个同在，然后这感觉到神的大大同在，然后他就见到一个异象，一群埃及孩子就穿着很破烂的衣服，然后我们就马上上网去查文章有提到说以色列的百姓贫富差别很大，就是然后呢后来导游有告诉我们说埃及没有中产阶级，要么就是富人要么就是穷人，然后那些孩子很多的孩子呢就靠乞讨为生，然后我们为此祷告祝福埃及地受苦的孩子们，然后所以我们明白过来说神是我们是感觉是神的灵带领这两个女中学生靠近我们，喜欢我们，是鼓励我们继续为埃及这些受苦的百姓来祷告，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用很特别的恩典看顾跟引导他们。埃及地的百姓照着神的祝福给亚伯拉罕时的应许呢，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着救恩。埃及的百姓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是这个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孩子，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他的后裔都要得救恩，所以说呢就说神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首先去埃及，现在是一个末世灵魂大收割，很多人要归向神的时候，神的这个策略重点就是我们要先去埃及。埃及是一个好像是属灵地图里面一个很最第一笔属灵地图里面它是第一站，所以说这一个埃及的百姓回归到神里面的时候，列邦列国很多神的孩子都要归向神，所以说神做事有策略性的，所以说我们要为埃及来祷告，要为以斯玛利后裔来祷告，当我们祝福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蒙祝福神不会让我们做无用的工。然后下一站，然后后来我们再一次相遇，就跟他们留影合照下一站，然后第二站是埃及金字塔群。以下它这个金字塔群呢有三个连在一起，一个是胡夫，一个是卡夫拉，一个是蒙卡拉。下一站下一站，然后呢这个埃及的金字塔相传是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主要流行于埃及古王，这古王国时期，陵墓基座为正方形，然后四面侧
是这个三角形，然后呢这个侧影呢又像汉字的金字，所以中文叫做金字塔。然后呢金字塔是世代 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下一页下一页。金字塔的主要用途为法老王的陵寝，有保护法老王的功能，并让法老王有能转为神的安全设施，让法老王升往天界。金字塔具有强大的宗教目的，古法老王为完成金字塔不惜金钱、能力、成本与代价。下一页，再下一页。然后呢，埃及的金字塔是陵墓园，被人评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无数的人到那里去观光，惊叹建造的奇妙，或相信可以在那里由人转为神。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因为死去的人他至今都还没有复活这也没有人证明有人转为神呢。OK， 那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花园冢，是耶稣曾经埋葬跟复活的地方，没有列入古代、中代和新世界七大奇迹或奇观。下一页。然后呢，在这个花园冢里面呢，播放赞美诗歌，圣灵浓厚的同在，充满生命和平安。这个小小的长方形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门，进去之后就是耶稣当年埋葬的地方。然后里面呢，下一页，里面呢，这个那个是去年造的不是今年造的这个是门上写我们两个人手指的地方是一个门，门上写的什么呢？他不在这儿，他已经复活了。这个虽是坟墓，但是里面是空坟墓，并且说他已经复活了下一页。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一个金字塔的旁边呢，就做敬拜赞美祷告。然后呢，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说石头都可以呼叫起来，于是我们在金字塔边敬拜祷告，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些石头不论曾经献给哪一个假神，无论曾经发出什么声音来，靠着耶稣的宝血，此时要恢复神造他们的目的是来赞美神，是诉说神的创造奇妙。我们也按手祝福石头，把他们奉献给主耶稣，奉耶稣的名宣告，埃及地神的种子要来服侍神，从错误的宗教里面出来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是错误的。下一页。那这个就是一群人在旁边祷告，那上面那一群人因为不知道，他们都要站上去，甚至有的人会走到很高去，然后呢要照相留影，因为这是觉得他们来的目的嘛不虚此行。那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一些信息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埃及的时候，你们就觉得说知道这是属死亡的，这不是属生命的，我们不需要去好像去敬拜他下一页第三藏呢，我们是这个，为什么我这里写的是藏真的藏，而不是这个一藏两藏站台的站，为什么？刚才说过了，我们进埃及地要夺回我们的权柄，是要征战夺回的那是神耶和华神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征战那所以说用这个站尼罗河。那尼罗河呢，是世界上第一长的河流非洲最大的三个河流之一。然后呢是河水注入是地中海，然后再由地中海到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所以说尼罗河这个有悠久的历史文明，这个古今中外，就是因为说神造它有它的属灵意义。过去它被人这个偶像崇拜化，觉得它是生命之河是这个其他神，他说是有其他神在尼罗河那里，所以说尼罗河才会是那么富饶，才会有这么使埃及这个国家也成为文明古国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神所造的都有神他的用意下一页这个是尼罗河的一部分。下一页这个我们就登上这个游轮，然后绕行这个尼罗河，在上面敬拜祷告。下一页。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在游轮上面呢，奉耶稣的名宣告，神的种子兴起来，
啊，站上神儿子的身份地位，举起右手中的圣灵宝剑，击毙仇敌，就是拦阻埃及百姓得救恩的仇敌，就是拦阻我们家人和血脉领受救恩的仇敌。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不再有拦阻我们家人和血脉得救恩的权势。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众祭司们更多的站上神的儿子身份位置，兴起来，得忍奴得鱼。阿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去的人是代表，神要做的是关乎神国度的事情，所以说没有去的人也一样得这个蒙祝福。而且我们去的几个人也确确的的确确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人也都祷告了，是说你们要为家人得救恩看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哎，你要我们为你家人祷告什么？哎，希望我的家人平安健康。我心里就觉得说，为什么不求救恩呢？救恩不是比这个健康更重要吗？所以说我们要看重。有一些人觉得我的父母太难了，但是神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说你有信心，你说说神，那我就相信你，神就能做。相信就是那把钥匙，然后我们兴起来，相信了之后就兴起来了，兴起来之后就怎样，得人如得鱼。下一页，这个就是在船上的敬拜宣告啊。然后呢，这个尼罗河呢，当年摩西是漂在这个尼罗河上面，因为法老他不让埃及人南海这个生权嘛，就以色列民太多了，不能再使他们有这么多以色列民全在，就是命令要把南海这个全数，就是有谁家有生男孩都要这个把他生命结束。然后呢，摩西当年就是在这个被漂在尼罗河里面，但是神使法老的女儿怜悯把他救起来，然后后来成为一个这个拯救以色列民，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出世界，出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一个示范者，带领者。然后呢，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在这个新的这个世代这个要从这被转化的尼罗河里面，是吧，这个新的世代，新的一代的示范者要示范出来，他们要带领新世代从舒适的世界里面出来。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成为那个示范者吗？去示范别人从这个死亡里面出来，要进入生命的，我们都可以自告奋勇说，神啊，我要做那个人，你来使用我，你来高摩我，那我们的生命就更有价值我们的生命若不然的话只会怎样，如果只为今生而活的话，那今生结束的时候，那永生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是为永生而预备，是永生而活的然后我们也宣告说，我们奉这个我们的老旧人也要站在这尼罗河里面。下一页，然后这个是在游人的船尾，刚才不是这个在游人的船尾有一个这个牧师，他就之前他就领受了说要树立旌旗，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树立旌旗，但是就在这个游人上面吃晚饭的时候，圣灵告诉他说，我已经告诉你要树立旌旗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去拿旗，就在这个船尾后面就开始敬拜赞美。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奇妙的启示就出来接下来下一页，然后呢有人看见呢，有人灵眼被打开，看见鱼跳上来，有人看见耶稣手拿权杖，如同当年的摩西这个率领以色列百姓，然后有人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说神更新我们里面的善性，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这尼罗河充满神的生命，这生命是从神的宝座下来，我们充满神的生命，家人的救恩，埃及百姓的救恩，从救恩来到尼罗河开始，神释放能力下来，救恩从尼罗河到列邦列国。刚才讲到说尼罗河要通向地中海，地中海又通向这个非洲、亚洲、欧洲还有其他，要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里面都有神的这个他的创造，里面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随随便便创造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讲到这个团队，我们呢分别中国大陆有两个团队，美国一个团队然后总数加起来呢是153，
那这个不是我们凑好的，人数不是我们凑好的，然后呢是神拣选好的，要来述说奥秘。那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死后门徒都回去打鱼了，耶稣复活后分别向不同门徒显现，在几个门徒打了一整夜一只鱼都没有打到后，来到他们当中，并吩咐他们到水深之处下网，奇迹发生了。哦，这边讲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这数目153不是巧合，是有天机，预表列国的救恩。我们这次去所启动的也是一个列国的救恩的这个开始所以然后呢这三篇这个153分开之后是51、59、43，然后对应的是以赛亚书43章、51章、59章，这不是人想出来的，是圣灵告诉的，我们才知道，神告诉我们的才知道然后这三篇的核心信息都是讲到回转回转回转，然后呢神要来成就救恩，属神儿女要转向神。圣灵启示说，仇敌欺负以色列民，神的王子的日子结束了，在我们生命中的仇敌要受审判，我们要把他们粉碎前面讲到什么，我们要去逾越，就要进入那个门，是盼望的门是盼望的门所以说呢，我们曾经过往的年日里面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压制的这些呢，神在2018年开始要做恢复的工作，要做医治的工作，要使我们他所应许的福分临到我们的这样子的开始的灵魂然后呢，好，下一页，下一页，好，再上一页吧，再上去。再上去你这是往下走还是往下走？要往上走。这个下去之后可能我记错了。好，这个呢，这个井是什么井？这个井是玛拿，这个井在玛拿。